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那么这个时间里面，请工作人员把这个道具先搬到舞台上。然后这个游戏来介绍一下，叫做剪海苔。那么这个游戏呢，其实要特别特别特别的谢谢小老板海苔，对，已经在舞台上准备好了。那么这个游戏呢，其实参与的有五位的艺人，其中剩下的哥呢是当评审，因为他说是画画大师，对吧？所以呢，他应该是这个艺术感或者美术感最好的一位。所以等一下呢，哥就坐，哎 ，stop， 这不是吃的。我们认为点头为敬。原来是这样，好，先试一块就 OK 了。Delicious。Good.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对你们每一个呢，去看到面前的这个小老板海苔，又好吃又好玩的小老板海苔，还有一张纸，还有这个剪刀，还有胶水呢，来这个来作画。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拿东打啥来呢？然后呢，这个画呢是以月亮为主题，时间是一分半钟来做这个作品。来看一看呢，谁得到我们的评审老师God的最高的分数来打分。那么最低分的那一位呢，最后呢也是要大惩罚的。OK。OK， 我就能扣上喺度突破晒嚟和科学家拉拍佢拍阵，嗱，那个探拍我咪喺度，太好吃了。那个屌嗨，คุณครูที่มีศิลปะที่สุดคือพี่ก๊อตเป็นคนให้คะแนนว่าคนไหนสูงสุดถ้าคนไหนได้คะแนนต่ำสุดก็จะโดนทำโทษก่อนเล่นเกมผมอยากพูดอะไร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รับนะช่วยผมถ้าช่วยช่วยส่วนจุดถ้าเชียร์ลาบยาวมาครับแล้วมาจุดไม่ห่างต้องถ้าพูดถึงเรื่องศิลปะเนี่ยผมมาที่หนึ่ง艺术它是第一的谁听完哦你又是第一 Artist 哥他说他是第一干嘛第一第一领你练起了吧现在还猜很好他说真的是艺术上面的第一吗他说对然后他就笑聊好了好赶紧上群会啊好啊这个 CP 我要拉票了 OK 啊我们都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 okay, 好那么准备好的话就3, 2, 1, go！ 啊，要以这个月亮作为主题。还有这个背景音好啊，用得很好，不能带来一些创作的灵感呢。来，我们看啊，其实都首先看到了他们在一起的是月亮。刚刚也在看看我们的两位的选手，一起舞台上的一边试一边来做。加油诗好我们时间有限了最后的30秒 last 20 seconds
知道多好吃，然后他们就止步了吃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哥暂时觉得他们当中哪一个你是觉得最好的？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位的选手他的作品，来展示一下。他今天跑出比门好难介绍一下这个创作的意境。แนะนำหน่อยว่าคืออะไรคือผมรู้ว่าก๊อตเป็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ครับผมผมก็เลยทำหน้าก๊อตก๊อตจะได้เรียกผมครับ他是因为ก๊อต是乒乓所以他就弄了一个ก๊อต的念子เออผมดีมากครับก็เคยยิง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ก๊อต像不像ก๊อตโอเคไหมน้องเดี๋ยวรอดูทุกคนรอดูทุกคน他说等一下我要看每个人的 OK 好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他连渣都没时间摘。好，那什么？哦，这个来，这个是什么了？渣呢？大家还没做好。เหลือแต่มังกรหลงเหลือแต่มังกรท่านหลงอ๋อ因为他剪了个山但是他没时间剪那条龙出来那跟月亮有什么关系那有那个พระจันทร์หัวข้อคือพระจันทร์ยังเดี๋ยวใส่พระจันทร์ไง因为还没时间剪龙所以月亮也剪不出来到主角都没时间剪就顾着吃 OK 啊有请三号的选手还在剪我等一下我们去等一下好不好可以等吗等到最后吗好了放到最后好来 OK 可以等一下好有请四号选手嗨高飞车我哎但是这个我字对就是你拿来的时间哇可以了这个我字我帮你做这个可以了 OK 可以 OK 好然后三号选手啊不好看什么 Love you 月亮的月亮爱你อันนี้คือพระจันทร์เนี่ยพี่แนนอันนี้คือพระจันทร์แล้วก็เนี่ยพระจันทร์หมดเลย他说全都是月亮那就全都是月亮放在一起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กคน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พระจันทร์因为每个人就是好像他的月亮所以他就把月亮放在一起嘴巴就是甜吃的多了嘴巴甜了管的话管好最后看看我们的五号的选手很饿好了看了我们五位的选手的这个
作品的分享啊。接下来 God 挑一个。好的。爸爸。奖品就是桌面的小老板奶茶。他说啊，他红蓝丸就是撒奶泡给侬。耶！然后呢，其实输的 Coco 你要唱歌。哇！轻声几句，一样。龙门。我差不多是朗平，朗平送上他们来了。多唱几句好不好？朗平给你唱。龙平啊，哈，他来个大送上他，他来个大。结束了，那么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把这个我们这个道具哈、啊，还有我们这个奖品小老板奶茶来先收好，等一下就给小肥仔啊，小肥仔，小肥仔，哎，肥仔，第一个朋友们好，那么另外玩得开心，然后呢吃的又尽兴哈、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他们六个，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跟着一起唱的歌曲。郎平已经倒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好，没有。要不要去先准备一下？要先准备一下。我懂的。你把手机给我啊，我拍。你们知道他们要唱什么歌吗？这是一首中文歌，而且应该还是一首粤语歌。什么？